三角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啊？什么？两只，三只。哦，是带我去的，哇！谢谢。点个火吧，探索探索。应该加血死。找到尽头看看，没有东西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他们在互打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有经验呢？之前龙的时候，我明明就有经验可以赚。门关起来了。最好是一只三只狗啦。两个王，一个誓约，两个 NPC， 去后门，往另外一边走了。好，好用，那一集倒霉鬼。先救一个 NPC， 他会帮你升五级，这么好。到底头盖骨，这个是片头的时候死掉的，这有用吗？他们
他背着很奇怪的东西前进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边好像没有路哎。Please grant me death, undo my shackles. 这边。Oh, then it's true. A champion of Ash, as I live and breathe. To be in your presence is a great honor. I am Njol of Londor, a pilgrim, as you can see, only somehow I failed to die as was ordained. Well, perhaps my calling lies elsewhere. Say, champion of Ash,How does the idea of taking me into your service strike you? I was once a sorcerer. Surely I can be of use. How? Oh, I am honored, truly. I should be dead, yet you have granted me purpose anew. I, Yol of Londor, do solemnly swear myself to you.怎么消失了？你不是应该在我旁边帮我打吗？啊，那这边应该没有路了。这门要怎么进去嘞？一样的敌人啊！他拿那个什么可怕的刀，太大一把。这是可以上去的吗？好像不是啊。选错了，回家把他杀掉。他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杀掉？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回家看一下。好，我的角色要变丑了，哪有？Oh, hello, 之前那个盗贼。And one piece. Well, now it's time I do my part. Whatever trinket you need, speak up. Just don't ask me where I got them.卖飞镖，长枪也是敏捷型武器。我可以比较说，我现在跟这个比起来好不好？
但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买？104+39。Goodbye and stay safe.走到比较惨啊，每天都走到比较惨啊。其实他在我家哪里啊？我没有找到他嘞。算了，没有。好吧，同伴就当同伴吧。作死聚落。另外你以为是巨人吧，看不懂他在写什么。有东西，小皮段，粮不要，我看我知道，再去找好了，先打。骨头，罗雷塔是谁啊？那我怎么回去？哦，好黑，这么厉害，不用爬的。火花来看清楚路，那能捡的东西还真不少。看到你了。这是我刚刚摔下去的地方。好吧，那我回去房子上面看路到底是往哪边走。它地图也是蛮复杂的。原来这边没有路哦，
我还以为这边有一条路我还没走过，所以路就是穿越房子。这边是我觉得那一只大只的可能会找茬，而且好多人哦。我跟他们打是不是不太明智的选择？那我第一下没有戳到嘞。去哪？先走这边好了。奇怪，这边敌人的招好像很难躲。整群在笼子里面，好可怕哦！那些到处都是吊着的尸体，也是很可怕。虽然现在才讲，现在才注意到。要打也不能跑，上面那一群要打，我的天啊！我就知道你一定是。哦。难太多了。走走走，挑战那一大群人。小兔子，怎么那么难打啊？这么多，这不可能啊！
好像会有一只。叫火焰瓶砸他们，有没有想？哎，居然只会来一个，这么蠢！外展群来的话，还算有办法。不过来，丢死你！浪费了好多回答都没有中，哇，来了来了，他怎样？好像也还好，好像也还好，他死了。没有说这么强，东西不明来历的灵魂。我跳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吓一跳。好了，我赢了，好像就这样。那我再去走走看这条路好了。
躲在这里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还不能戳他，按了还不戳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